下午差不多三点左右巡逻员警发现这个慢老司机有盘查过程中慢老拒绝盘查，然后驾车冲撞我们员警，总共开了三枪，目前知道嫌犯右后脑受伤。在逃逸的过程中啊，有丢弃白色的卫生纸，然后整个查缉到案后啊，我们带同黄显啊到博爱路啊来寻找丢弃的物品，发现他丢弃了一团卫生纸，内有安慰他命的残渣袋，还有吸食器。整个追缉的过程啊，从我们凤山到三民区啊，大约5公里左右啊，花费的时间大约15分钟。其实我们那个赖姓员警啊，他从警的资历啊，二十余年的啦，他算是蛮资深的，非常认真啊，在我们炮所啊，算是数一数二啊，工作绩效非常良好的一名员警。他工作非常执着，非常认真啊，锲而不舍。大家，大家，快！我不能走，我会惊啊！快！我会惊啊！大家，我开枪啊！我开枪啊！我无惊武器啊！正官，我不带慌惊啊啦，我会惊啊！过来啊！上去！上去！上去！快！快！